哪一只？里面有一只楼魔啊，太大了吧！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没做的话，那只能龙鳗鱼了。如果今天钓不到鳝鱼，这尾狮子精的卢曼送给你。哦，小事，不送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骗你骗，不可能。哎，一段时间没有回草屯了哈。哎、欸，又是我，又是小杰了。刚刚收到一通电话，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四哥那里，他铁笼里面是有很多毛蟹。毛蟹比大闸蟹屌的，就是毛蟹。我们那天去啊，捕完鱼以后，捕那个鱼虎，他隔天要去收大闸蟹，是毛蟹啊，不，毛蟹，收了一大堆，然后说哎。欸很多叫我们去吃，多屌又多屌，照片很夸张这样子。对，扯了，不太可能。我们今天就去盘它，盘它，盘它。小朋友都带来了，怎样？吃这个啊，毛蟹啊。毛蟹啊，这不是大闸蟹哦。你不是很喜欢吃螃蟹？这个是鳝鱼吗？这个是鳝鱼。这个可以养啊！哦，鲈鳗好大只哦，跟我当初送九妹的那一只差不多大呢。哪一只？里面有一只螺魔。太大了吧！哇塞！哇，这个这只卢曼算很大只的哈，要不要养？不要，会怕。小龙虾，淡水龙虾。淡水龙虾，你不是说要养这个吗？我们先吃毛蟹。我要做效果。我干，他会吃我哎！不是这里啦。这只你有被夹过吗？有，很痛吗？尿喷出来。那还是那下次改天先不要哎。然后毛蟹你就是要吃这种有没有很白？嗯，因为我们用嘴巴咬嘛。对。然后如果一些大蟹或大牌的抓起来，毛蟹就是说都会黄黄的、黑黑的、脏脏的。对对对。像我们抓这个山泉水它就是很白。我们只看过四哥给的照片，但没有吃过了。等一下，马上给你们吃。怎么弄死它？敲它头。不是。从它的屁股这样擦一下。不是。从它嘴巴这边直接下去了，聪明，跟一般螃蟹一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切半解决，专业吃货。你不先处理它脏的地方吗？不用啊，我们是用成清蒸的，有没有？你打开的时候不要吃的地方就不要吃就好了。哦，因为都很干净啊，有没有？先讲好哦。今年最后皮毛蟹让你吃了，不好吃，明年不要跟我要哈。好，明天不要跟我要啊！那不行，那你带我去抓就好，你带我去抓可以，反正去抓。告诉我你网子放哪里就好了。135我们去，246你去。哦，你的哟，很香哎，那个蟹黄的味道很香哎。卡罗羹腰啊，嗯，那无石头的卡罗羹腰，咸香咸香的味道。好好，我要不吃了，吃货来了，吃货来了。好，来你看哦，哎。这一只一定有蛋的，因为它是母的。嗯，哦，它圆的是母的嘛。那我们先来开这一只。哦，这高真的是不输大闸蟹。哦，那个折开很夸张。哇，折开很夸张。哦，跟照片上一样呢，我好小呢。没有骗呢，这已经拔掉了吗？人生第一次吃毛蟹啊！一口闷了。献给我们那个小四哥。来，还有谁呀？小朋友。哇，很浓哎，很扎实。我刚咬很大口，然后里面还有，好扯的。那它比较不会有那个汗味，嗯，精华，很扯。他妈的就是惊喜。哎、欸，你那个蟹笼放在哪里？等下可以带我们去看。我收起来了。啊，我先开吃啊，啊，大家吃啊，继续吧。我觉得高啊，要带点蟹肉，它蟹肉少，但是甜。每一只都这样啊。好，吃饱了。重头戏要来了，鳝鱼。听说鳝鱼是虾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知道。鳝鱼是看不到的，靠嗅觉跟那个震动。啊啊，对。虾子啦，我以为黑呀，我都滴管了，我弄黑呀。虾子。所以我在猜，应该只要用味道去引它。可是现在冬天的抓得到吗？挑战冬天钓鳝鱼。冬天要抓鱼真的不容易啊！对啊，真的不容易。尤其是鳝鱼，因为鳝鱼会懂你的东西。所以饵料够香还是有机会。饵料要够新。今天你就感受到你，你看到它了啊？嗯。
你饵放在他旁边，他不吃不吃就不吃，他冬天就是不进。啊，你用手搞拌不行的、啊。这鼓励呗，没办法哦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把它真的拉起来才有办法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挑战冬天钓扇子。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没做的话，那只能龙鳗鱼了。如果今天钓不到扇子，这尾狮子精的鳗鱼送给你。哦，小事，不。如果钓不到，我送给你。啊。等等，我说了，再笨的也知道我会把它放在我那里吃，按时就来偷，没关系。我们那个四方面全部都有摄影机，我们还可以凹你一笔。草原那边我是先偷显卡，还偷什么扇子？出吧，啊，出吧 ，Go！ 我们现在到第一站。第一站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草屯有这么多厉害的地方啊！果然跟着四哥走就对了。这真的会有扇鱼吗？不就是水沟而已吗？跟我开玩笑。教你们怎么钓。好，你先看到一只了、哦，看到一只了，哪里？想骗我？啊，在那里耶！我怎么没看到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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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那这么小只哎？那个算吗？那个不要啦，那跟我的金虫没什么两样嘛。我看你妈的金虫太大了吧？要看医生，现在看医生了。救呀救呀救呀！我的芦白裤好了。不要想骗哦。哦，都真的假的？你骗。不可能！哇、哦，它力量这么大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拖到石头、哦？对，快点哦！哦，那真的！哇！谢，好强啊、哦！我靠，很强哎、欸！我强，我好强哦！好强啊！哦，你刚刚先塞好的哦。我拍片从来不照。我不信，我再看一只。好扯啊！对啊，怎么知道它的洞？我不相信。它的洞有什么特征？啊，我的龙毛就没了吗？那个洞怎么找？不算啊，再一次啊。这边也会有吗？我看不懂什么是洞啊，一来就开张了、欸，怎么可能？然后这个洞很明显。对啊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是洞没错啦。对，我找，专业的，我看得懂什么是洞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找洞这种东西要约我啦。哦，对啦，我看洞很准的啦。这里很深，我找到洞，但是弄不出水来。大小啊。他们又换位置，又塞好位置。那塞好了，已经买好了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脚差不多啊，那鬼啊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哇，你太慢来了，没有看到啊。这边有一尾，哇，这么快，很巨啊，这么快，不可能。我找你，你先拉，你先拉，真的，有空没有？什么感觉？1:1力道哦，一比一的力道什么意思？他出多少力，他出多少力啊？嗯，哇、哦、啊，哇！”照起来，不一样。啊，刚刚拉力感觉怎么样？就是不大，感觉它有在 Q， 但是也不会到多用力，跟钓虾子的感觉有点像。干、哦，好好玩的感觉哦。这里两尾的，小尾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带回去养啊。这是蚯蚓吗？没有，扇鱼。确定？扇鱼的。可以勾了回去养吗？啊，这里一尾啊，不要。那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它是蚯蚓、啊。这个你们抓回去，这你们那些鱼吃光光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这个太小了。好吧，那等你长大。好，换点。换点。我靠！哇，有哎、欸。今晚要付钱啊。哦、oh! ！来，拉过去。我会怕，我会怕。我的更热的，我操呢！我靠，小姐在哪里？抓到了！我、哦、干好大哦，干超大只哎！我、哦、太大只了吧！很爱吃哦，贪心但嚣张，抓到你了哦！这很弱化了。这里有没有？看不太到的。眼睛有没有？所以我可以养它哈、哦。可以。开心。真的是老塞哎，国栋兄嘛哈、哦欸。高手了，继续。怎么又中了？又中了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废物没什么两样？他们钓到的，这也很扯哎、欸！我操！看他看起来超凶哎、欸！新竹黑脚趾布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点。记上一个点，刚刚小杰绕高了一只，我觉得我应该该拉一只了吧？水沟，有水吗？有水，有水。哎、欸，摄影师，哎、欸，有鱼了，有鱼了。
Go go go， 跟上，跟上，跟上。看到了什么？一个底球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靠北啊，兄弟，兄弟你怎么了？我说你钓到大鱼了。好，先不要讲话，先传一下，划一下。不行，我们就一定要去。没有，可以，我是摔到。没有受伤哈。有吗？红起来而已。哦，红起来了。目前红起来，目前红。撞到那个水桶。水桶啊。哦，水桶是软的。靠北。请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钓到了，是我自己钓的。开壶啦，小杰开壶啦！好玩哦，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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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玩我跟你讲，怎样？小杰开壶了，很大只吗？很大只。那、他说他怎么钓的？被他拉进去的时候，要踹一下，让他勾到嘴边。黄小杰，干他们好像已经找到美港了。我一直教他们了、我们到底在干嘛？我今天第二只了。我操！我们现在已经转换阵地了。这个地方是只有四哥可以来这边抓的。好、我们有收到了、对，有授权。南投的中山公园，一般人来抓是犯法的吗？违法。这个牌子啊，它是委托我们卢冠特工队来移除的。小时候就在这里，我阿妈都来这边洗衣服。对。这是阿妈洗衣服的地方。哦，爆蛋！这蛋好恶心，会动哎！哦，这我也这样。这都会动吗？这小虾米啦。哦，真的。哦，这个。前面代表弟弟一样。这个是已经爆蛋的龙虾。对啊，已经在肚子上孵化。密集恐惧症的人。我看他脚都在动。真的。真的，他快孵化出来了。他只是还抱着而已嘛。他只是还抱着。他随时会脱落，对不对？你看公的跟母的有没有？它夹子就不一样哦。公的夹子上面有一条红红的。对。它这个爆蛋就不能放回去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它这个是破坏生态吗？对，破坏生态。它这个带回去爆炒小虾米，先不要。还在抓？有吗？顺便移除就对了。龟甲、细甲、沙甲。哦，唔啦，这爸爸我家咧。OK。然后中山公园移除掉一些澳龙，外来种，还意外的找到爆蛋之澳龙，一次就等于移除了大概上百只的澳龙、我第一次看到，对啊，有爆卵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孵化的，蛮酷的。然后四哥说今天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，对，不然中山公园这边的会有很多它的龟头露在外面，不然会很多扇子，真的都像清清楚楚一样，对，这么大只，对，然后勾到他的嘴巴这样。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绩。今天的战绩。今天不怎么咬，还可以这样子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来，我来照一下。对，有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。哎呀，四条黄鳝，上百只的澳龙。有一只是已经爆蛋在生下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抓了几百只的澳龙，超猛嘞。我们移除了超多外来种，对，待会就放到我们公司去。那个澳龙放在我那个橘色桶子，让它孵化。对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就炒一盘澳龙虾炒饭，樱花澳龙虾。对，樱花澳龙虾炒饭，说不定这是长长的，然后又去到公司看到它就吓到，然后开始舒爽。在乱讲话，怎么会长长的？好，那就回公司放鳝鱼。OK。看，这里面已经有很多虾子下来了。是不是有很多虾子出来了？小虾爆蛋的是这只吗？不是。好，我们来分，就是这一只，就是这只，看一下爆蛋的，还有很多哎。好，那这只轻轻放。我们有要观察它吗？好，没有观察它。出锅了，快！真的。喂，真的哎。对，出来了。上一只都出锅，所以伤不到它内脏哦。不会，因为我们都打水边的。那很强。打水就丢进去，鱼吃掉。可是又好到这些鱼很烦哎。算了啦，好了。算了啦，我们快来走。对啦，本来就是要给鱼吃的。明天又看到一个很兴奋的。下去，怎么？哎！你不会被它咬吧？不会。好，既然你都用手了，那那我看你表演。你在干嘛？他就是那哇，还给人家敲了一下。对他们怎么那么冷静？他们是明天过后就应该在那些洞里面了。对，他要走去洞里面。现在鱼虎嘴巴是可以吃到它的。
这只鱼虎已经被你们同化了，在内服。那一天我发给四哥，他还不相信，现在看到相信了哈。啊，今天这个企划其实也算很成功。对，但因为冬天是真的比较难抓。可是他有抓到，所以这个企划未来就是我们两个专属的计划。我在出门出了两集，连你都在接第三集。刚好我在，因为我们都欣姐来场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对，他刚好来。我终于找四哥，就这样。还能怎样嘞？四训四哥，我给我赢啊！我放冷干哦。今天有空哦，走哦，出发哦，是这样。放掉一切的工作，我也是大家，给你拜一下啦，爱你啦，谢谢。睡了，睡了，很棒的体验。也谢谢卓弄哥，打个招呼一下。没办法看到这么多鱼，后勤团队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不然那个蚯蚓我不敢抓。再来，有时间，电话一通过来，我们就出门。好啊。下一次要抓什么？给你们决定。好，大家先去四个频道看看完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去抓什么。看我的频道的，你希望草鱼来抓什么，那我就带草鱼去抓，好不好？啊，抓奶啊，喝新鲜的牛奶，对，看继续。海西海吧，对啊，海聊聊。好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就这样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. 对，拿那线啊，勾他嘴巴就。你这黄标哦哈。没啊，冬天是搞野外最难搞的。那搞野炮可以吗？会冷。好。不要老是把我频道变得很像。哎。哎呀，喂。大家都我怎么会跑出来？喂。你要盖。喂，干！